事发至今将近六个时辰，这些线索似乎都是特意为我准备的。那你觉得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？派人秘密监视，不要打草惊蛇。等待小鱼自投罗网。我一定让他不得好死。你说这真是巧合吗？每一个细微线索的背后都有可能隐藏着真正的真相。